接下来是冒险实境。Olivia， 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有点不开心，心情好。我总算有点不开心，等太久。北宋，不好意思。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星座？天蝎。天蝎座。哎呦，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行脚节目？因为我就是想要什么都想要尝试看看。你会想挑战吃101颗鸡心吗？陈达，讲讲啊，陈达，你吃到几颗了？63。快哭了，已经哭了。因为好像里面是有混合橡皮擦在里面。我咬到几个咬不动了。67颗了啦。里面有没有橡皮擦？应该有橡皮擦吧？陈达，200万点阅率。真的，真的，当最后一场啊。喂，真的，200万对不对？嗯，想不想400？没有很想。再买110来。你现在在做主播跟什么？外拍，平面模特。你都直播什么？对，就是什么都聊啊。那我们现在聊聊，先聊。你先假装现在开机了嘛。Hello， 我在看，因为直播要礼物，对，打赏，好，打赏。Hello， 我们都在线上。打赏。喂，假装一下嘛。非法交易，然后我现在说谢谢，就这样，你的直播做谢谢的，没有要啾咪萌萌哒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好了，可爱三连拍呗，气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有第三拍吧？很有特效，没有，他可能。掌声，性感三连拍。一，来了。二，只是另外一边而已。对，只是换个边。对嘛？性感三连拍不是转身三连拍，那个试镜照。那我们好无言。今天既然你来了，虽然你不讲话，我们还是要招待你，好不好？那来，你跟每一个人打播5分钟。这是什么招待？这是冒险节目，招待我们嘛。来，医生出来。来，站好。医生要干什么呢？医生在我们这个演艺圈呢，在吐的这条路上没有赢他。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蛇肉汤。哎呦，蛇肉汤。医生是101碗哦。没有吧？没有，你这样讲的浅。101条，预备，你先喝汤。Olivia 跃跃欲试，他先闻了。有那么难喝？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演艺人员在出外景吃到不想吃东西的第一招。但是为了要敬业，就是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你跟我讲干什么？也是要吃下去，而且要表现得很好吃。对。像鳗鱼，哇，马赛克准备，好吃是，不是这应该是停机完，这是停机完的表现吧？口感怎么样？医生，现在 life 老板在看哦，旁边老板在看哦，好好喝啊，好烂啊，好烂啊，我不喝啊，不是你这什么坏榜样？他要怎么学习啊？对啊，他会学一下。那你喂他吃会？要我吃？对，这什么节目啊？你们私底下来什么介绍啊？好。哎，变好吃。变好吃。变成这样干什么？变好吃。变好吃。神哦。神个屁呀！神经病了，想过芬达的感受，又来了。芬达想吐，再喂他一口。他是蛇味怎么那么重啊？再夹一口。哎呦，这个好像蛇。这个蛇，就说你要有一个经纪人了吗？是蛇头吧？不要再吃了，这是什么推荐方式？够难看的，不要再吃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关注是蛇肉，我刚刚走开。